31日晚间在气温零下的户外举行了2017年 KBS 演技大赏。第一次参加韩国演技大赏的金世镇神情略显紧张，但依然很配合地摆出各种 pose 供记者拍照，礼貌十足。这种颁奖典礼当然少不了气质女神孔生妍。孔生妍身穿蓝色露背装艳压红毯，天线美貌发光。当晚众女星多以白色晚礼裙优雅亮相，性感清纯两不误，养颜指数5颗星。郑丽媛今天一身黑色吊带晚礼裙亮相，性感又不失清纯。她在魔女的法庭中有着出色的表演，今天能否有所斩获也备受瞩目。저희가물론커플로활약을하지못했지만베스트콤비상을탈수있지않을까하는네두분의케미가워낙도좋았고예또욕심나는상이혹시있으세요욕심나고싶은가以韩剧《三流之路》大获人气的金智媛，一身白色透视露肩连衣裙尽展迷人风采。金智媛以秀美的外貌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受到观众的喜爱，将来的表现也令人期待。在现场也被问到今晚获奖的几率。韩流는잘모르겠는데그냥뭐주시면감사하지않을까요 2018년에는더행복한일들만가득하셨으면좋겠습니다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今年大家都辛苦了，期待明年能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韩剧哦。